ロリサイド。对，我记得没有这一关。我刚刚看那个地图没有这一关。先知道好了。感谢周水，Sine cosine tangent cotangent sec cos sec。说你觉得自己比较帅，是欧比较帅。我刚才有讲啊，欧很帅啊，欧文他颜值最高。我帮你看一下你跟小小心态，发现小小以前连一点。你们晚上还有跟爸爸他们团练吗？所以有没有想过刷过新次数吗？我现在已经过了那个刷成绩的时间了。我曾经有一阵子很喜欢刷成，很喜欢刷成绩。什么乱念？我绝对没有乱念。我刚刚讲的那六个字都对的 ：sine、cosine、tangent、cotangent、secant、cosecant。我刚刚讲的绝对的，我刚刚讲的绝对是对的。哎，嗨，小童早安，小童早安。老大精神，感谢追随 Kobe Bryant， 黑曼巴精神，保持黑曼巴的精神，就算我们队友在后面，我们也不能放弃，我们也不能传球，我们要自己自干跑第一，投十球不进没关系，我们投二十球。哦，这个念念还好，我看到。他如果没开的话，就有唱；他如果有开的话，就我会不了，很好看。再开一颗好。开一颗好，我们在刚刚在跑啊，哇！我们在卡一个蓝。爆掉，走吧。我自杀式攻击。哦，还好我走。哎，卡拉，不是吧？哦，还是守住第一了，哦，吓死我！这一场超经典，各种来，各种各式各样的攻击，然后又加一堆红气蓝气。
好什么图啊？三个队友不是长，我刚想说的图，抱歉，没关系啊，这样可以锻炼一下我开红气怎么挡队友，怎么挡敌人。谁是罪魁祸首？哇，我的队友上到第一名了，因为这个失误。我不知道刚刚谁奶的，一个奶好哇，黑暗！我看到我的队友要第二名了。那我看到什么？其实最尴尬的情况是你刚好想要换掉气，想要开始电视屏。Oh, 捉らえて届きそうなスピードで
国歌名，林俊杰的黑暗骑士。其实从你的第一名就追随了，老大精神，安安老大精神，我今天也追随，我让我开启了Kobe精神。你这G霸今天怎么在偷懒？G霸今天偷懒哦，开打直接。G霸要宕机了。三朝二姐，因为我跟他气太短了，我不想让贝哥去预冲。三朝二姐啊，这个西岸的话，那个歌反正大概这个时候放掉，八成的掉。放弃就是把你的上换掉。那个异国有所谓的那个踩加速点，那你如果在那个正确的时间放的话，你就可以下去，你可以跳起来，你的速度会比较快，会比一般你如果全速下去还快很多。方式来唤醒大家的正义感，除去心中的黑暗，我们都是黑暗骑士 ，Come on！阿肥，我不太忘阿肥的手感呢、欸。阿肥太胖了，除非有开富豪吧，不然我不会用那个阿肥。